不然我先回去睡了，有点啊？困了。哎呀！你也走啊？你走了，我一个人多尴尬。烦死了！口音的重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觉着我特别对不起我姐。为什么？都快40了，嫁不出去，这肯定有我的责任。也不至于都是你的责任。谁这么大还跟姐姐一块住啊？你看人家到家来，看见我这么大一小伙子坐在这儿，多尴尬呀！我觉着呀，这个之前邵主任和我姐磨磨唧唧的，可能就是因为我。我觉得你没有那么重要啊。嗯。前几天我姐把她那个学生服都翻出来，穿上以后跟那转，一边转一边傻笑。我跟你说，他俩再不好，我姐就真要疯了。可是邵主任最近挺好的，那小护士们都说邵主任最近老乐呵乐呵的。嗯，不是，那你看啊，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也不出来，我总不能在这当电灯泡吧？我那时候字儿还挺好看的。看半天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啊？这柯磊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怪怪的。他拿你当幌子呢。幌子？嗯。啊。10点了。10点了还不走？他这意思是想让我走。那算了，我走吧。你走哪儿去啊？回队里啊。你今天晚上就回队里啊？那能怎么着呢？我这个大晚上开车好像有点危险啊，恢复的好像也不太理想。回啊。啊，行。走啊。你就去对门儿凑合凑合吧。啊，不好吧？嗯，那不好就算。哎，走走走。嗯，得了，这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。啊，那东西拿走吗？数码相机我拿回去了，回去研究一下，看怎么把里面内容给导出来。嗯。其他的那些呢？其他的，这些啊，我还没打算让别人看到，所以呢，我想在看的时候呢，就上来看吧。随时欢迎。好，走了。我先去趟洗手间啊。喜欢上京剧了，啊？啊？刚才干嘛呢？回家了。嗯，床自己铺啊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啊，行。还有，约法三章，哪三章自己心里有数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
你干什么？我要上班。我也要上班。你是男的？你让我上。不是。我不是，不是。我打卡。放着食堂的大排骨不吃，跑这吃花生米了，怎么想的呀？是你说请我吃饭的啊？那食堂吃那算是你请的吧？哎，快点吃，下午还有事儿。你最近伤口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吧？你说以后你跟米卡怎么打算？怎么打算？那王子和公主不就应该幸福的生活下去？你不是要参加全国特警大比武吗？训练恢复时间来得及吗？现在我这情况，尽力吧，实在不行就明年。现在境界挺高啊，以前都是老子必须赢，老子就没输的可能性。还是受了米卡的影响吧，你看他对自己的职业态度就非常纯粹，就是想当一个好医生。那咱们当时选择当警察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这么多。没有想过说一定要拿比武冠军，一定要显得自己有多厉害。他不就是想在一线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，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吗？